欢迎年近几千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曲老师；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新唐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当然是要看看我们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从求婚开始，他就一直在不劳而获，我就这么轻易地答应了他。现在结婚一年了，他还是不愿意为我多学做一道菜，不愿意为了我花钱，总是买一些廉价的商品，自以为是地哄我开心，不愿意给我一些女生都应该有的浪漫，不会考虑我的感受，还有严重的强迫症，对生活的琐事也是反复强调，面对正事却又嬉皮笑脸。现在还想要孩子，但他永远长不大，这一次我没有办法轻易答应他了。我觉得浪漫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过日子，并不需要一些表面物质的东西来衡量。结婚一年了，我很爱他，但他却渐渐开始嫌弃我，疏远我。我认为我只是勤俭节约，说话严谨，但是有一些他不喜欢的习惯，我也会努力尝试改变。我希望和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小鱼26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有请。小寇24岁，来自山东，幼儿教师，有请。结婚一年哈。嗯，结婚一年。对，结婚一年。当时是网络奔现是吧？对。曾经的网友是吧？是，讲讲吧，还挺好奇的。就是我们俩就特别奇怪，一直都有微信，从来没聊过天，但是呢他就是有的时候。那你们俩是怎么有的微信的嘞？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就是搞那种好像互推那种意思吧。那个时候就是玩这个，但是有微信的就好多年了，但是没有聊过天，也没有备注。然后就偶尔的一次呢，就是发朋友圈嘛，可能感觉比较好玩的东西，我就给他点赞评论。然后呢，他没有在里面回复，他给我发私信了，给我回复这件事儿，我们俩就一来二去啊，就这样聊上了。然后是你去了山东，还是他来了咱天津呢？他在咱天津。谁提出的结婚啊？谈了多久结婚的呀？我们谈了大概有2年多吧。然后我提的结婚。行吧，就说说婚后这些问题吧。我来说一个，就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儿，还耿耿于怀。就是、对、哎，就是求婚，因为这个求婚来说是每个女生最重要的时刻嘛。然后那天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给我发微信，就说晚上一块儿吃饭，然后我就去了。到了这个吃饭的现场呢，我发现他有好几个好朋友也在那儿，我发现他在这就在这站着，人家在这做饭，他在旁边站着。然后我也没多想嘛，因为我也知道他不会做饭，我就心想那就吃饭吧。等他吃完饭快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就说让我出去一下，然后在门口就开始求婚。毕竟好多人在这围着，就起哄啊也是什么，然后我就答应他了，感觉气氛吧特别到位，然后这个结局也很圆满，毕竟成功了嘛。但是他并没有亲力亲为，因为他知道我特别喜欢会做饭的男生，但是他完全是他的朋友在做饭，他只是跟我求了一次婚，那他朋友来跟我求不就得了嘛，对吧？就是、矫情，那你那会儿不嫁不就得了吗？因为我在后来的时候，我一跟他说这件事了嘛，因为我毕竟心里不得劲，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喜欢做饭的男生，他就试着给我父母做了一次饭。然后呢，我父母就感觉很满意，哦，他学会为了我做饭了，为我闺女怎么样了，就也挺满意的。我就寻思给他结婚吧，没想到结婚之后更不做了，而且还让他朋友来做。求婚的时候为什么让朋友来呢？是因为我的发小啊，哥们儿比较多，我这个发小他擅长做饭，他做他最拿手的菜。直接问一句话吧，结婚之后在家里做饭吧？也做过，但是做的都不好，都是做坏了。帮厨吗？很少。而且他还在生活中有很多特别自以为是的浪漫。就比如说这个情人节啊，人都会送花，然后这个送点小礼物，转个红包，说甜言蜜语，对吧？我不要求他这些，因为毕竟已经结婚了嘛。但是他，我也不想让他，我每天下班回家那么累了，然后给我找点事儿干。他倒好，给我买了好几束这种各种各样的花朵，而且是那种没有包扎好的，需要我自己去种植。可是我也不会种呀，我也养不活呀，所以我看到这些花，我就可烦可烦的了。
之前我也给他买过99朵玫瑰，52朵玫瑰，但是我发现这些花都养不活3天，然后肯定死。然后这时候呢，我就从网上看了这个各种花吧，我也不懂都是什么花，然后每一朵花都有它的寓意，我心思买回来挺浪漫，挺好的一件事儿，然后就是给买回来了。但是我也不会表达，就是没表达出来这每朵花的含义，然后反而他还在埋怨我。我感觉最笨的这个花，咱养最起码能活3天呢，最起码。总比3天蔫的强。当我回到家啊，阳台上那么大一个水桶，就是拴墩布的大水桶，花也有，水也有，阳光也给足了，但是花死了。我就回家我就更着急了，他老去做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这种浪漫。因为这个花我不懂，我上网搜呢，得把这个根给剪下来，往里灌水。我心思一根一根灌水太麻烦了，我直接找个大水桶，把这些花都放里边，把水接满了，24小时它不就都有水了吗？然后就放在那个阳台那晒，结果晚上再一看，全蔫了。然后我感觉我挺用心的，然后花死了我也倍儿难受，然后他还埋怨我，弄得我感觉我这做一些努力都白费了。你看我们在生活中还有什么，买口红，我也不说你买多贵的哈，然后他比如说看那个购物平台上买的口红，9.9元能买10根口红，然后送给我，我很开心呢，是吧？他人家看东西的时候也能想着我，这也是爱我的表现，然后呢我就特别高兴的接收了。但是最过分的是他必须要求我每天使用，这个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你说万一这个东西成分咱也不知道是啥，你用到嘴上真的坏了，这个也得不偿失。你不喜欢就扔呗，那么便宜的东西，对吧？咱也不差这点钱。然后买回来之后他表现他特别喜欢，这几天呢我就特别开心，帮他一直去看别的小首饰啊、小配件什么的。我也想偶尔也给他们准备点小惊喜嘛，正开心的。然后他告诉我他那口红根本就不喜欢，他骗我的，说他挺喜欢，然后他把这些口红都给扔了，打消了我的这个积极性。然后我就觉得我特别的失落，当时特别开心，我还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我说男人嘛，平时就得有点小浪漫，结果我感觉我做一切白费了。他老去买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小惊喜、小浪漫，您他说的你也听到了对吧？我听到了。然后还有什么，他对他自个儿也还很抠门，就比如说啊，我们要是说那个，然后就比如说那苹果啊坏了吧，这一半坏了，我说我就扔了吧，他倒好，看见之后从垃圾桶里捡出来，他把坏的那一半给削下去，然后用保鲜膜再缠好了放到冰箱里面。主要是我说我想吃水果了，他倒好，把那坏的之前那个再拿出来，从冰箱里切好了放盘子再给我吃。可这些东西我再想想是我扔的那个苹果，我都不敢吃。可是这一点我觉得我做的没错，因为我从小可能家庭条件一般吧，然后就是给我惯养的就是会勤俭持家，会节约，然后后来这苹果它就坏一点，我感觉削下来可以吃，然后我那意思没有逼着他吃，你想吃了你就吃，你不吃了我吃。不止这件事，他做饭也一样，这个饭刚做完，然后吃完一顿饭还剩半盘子多呢，晚上可以吃吗？不是，他就直接给倒了。我那意思，你不吃给我呀，你别糟蹋粮食啊。勤俭持家是特别好的品质，但是咱得有正确的勤俭持家，对吧？你看网上那些有好多就是人家那个卖水果店的，最后剩的那些坏的苹果什么，他都自己吃了，最后就得癌症了。咱可以健康，比这种错误的勤俭持家更要好一点。但是我感觉我这样做没有错处。最有意思的什么啊？絮叨，就是一直说话，一直重复说，一直重复说。比如说我们要一块出去玩去了啊，然后我就说那个人家都定好时间了，定好地点了，一块去。然后其中只要有一个人要说我没空了，这个时间点我不能去了，他就会一直给人来来回回的去重复，就这一件事儿一直重复。我寻思好不容易定好时间了，我说我们出去玩去吧，然后不行，他又来跟我重复。还是在重复那个咱们去哪儿啊，然后几点去啊，还是这件事儿。哎，我就特别无语，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难得出去玩一趟，比如说我带着我媳妇儿，然后带两个朋友甚至三个朋友吧出去玩，然后我们媳妇儿她上班，然后我们朋友比如说她这个今天歇班可以去玩，但是突然间的下午要求加班，她问我能上午玩去吗？上午玩的话我媳妇儿上班肯定不行啊，我就跟她说只能下午，她肯定说她不来了，然后就觉得挺不合适的，为了我媳妇儿，然后难得大伙儿聚一次，然后来不了了，我就给人去解释什么的，挺对不住，咱下次再聚吧。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跟我媳妇儿重新确定时间，通共就是俩朋友，咱已经有个朋友不来了，然后对吧，咱定好时间，然后跟那个朋友定死了，别怀弄着明明大伙一块出去玩，最后变成咱俩自己出去玩了，意义何在呢？对吧，明明是一块聚会的。然后我就去跟他确定这时间，但是他老不回复我，他老觉得我这事儿不重要，他老不给我正面回复。主要他老给我发这些微信，你看他一件事可能说很多很多啊，其实意思是一样的，给我发微信好多好多条。你说我上班我看不了手机，等我休息的时候我再去听这些语音吧，都是一件事儿。我当时那个火已经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了我这个工作了。但是他老不给我回复，我那意思这件事对我挺重要的，我知道你在上班，你有这个数落我的时间，你告诉我你几点下班，咱几点去，不就完了吗？浪费半小时时间也没说到正题，我就一生气我就会打电话确认这件事，你告诉我几点，一句话又不耽误你事儿。他就甚至在微信里边宁可数落我半天也不说到底几点。他还有事儿啊，就是他说话嬉皮笑脸，
比如说我说我朋友那个明天结婚啊，邀请咱俩去，我说咱俩就一块儿去啊，你猜他怎么说？我形容不出来，你让他说。就是当时呢，我也是比较高兴吧，可能太开心了，我这人还好斗，然后当时我就跟他喊我说是下礼拜去参加朋友婚礼，我因为太开心了嘛，来句行好的没问题，别管了老贝贝，我肯定去老铁。至于人家结婚以后的事呢，咱就不管不参与不打听不扫听，就是我知道都是话茬子。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爱逗，我又能哄他开心，又能告诉他我肯定去，给他一个肯定的结果。我不止跟他这样说话，有时比如跟朋友跟我父母也能把他们逗开心，都说要是有我在不至于说冷场，不至于说没有话题。然后我感觉我做的挺好的，然后跟他去这样去说，然后没想到他嫌我丢人，最后他自己去把我给扔那儿了。他这样说话，我跟他熟了，我知道他可能是逗着玩。你说婚礼现场那么多朋友，人家能知道他是逗着玩吗？不是，他说啥了？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一些。他那次说，其实他能回答我一个。你到底说了啥？再说一遍，我听听。就是比方我说行，我肯定去，你别管了，没问题，老伯伯，你靠妈一次完了，老铁。至于人家结婚以后的事呢，咱都不参与、不打听、不扫听、不言语、不懂、不了解，都是一系列话茬子逗他玩，我都被逗他乐。其实他能直接回复行就得了吗？不是，人家就在说行吗？没有啊，他就跟你说了一溜。我这次告诉他不就一个字儿行吗？但是你知道我上班的时候，你给我打个字儿行不得了吗？我还得听语音，那老长的那个语音。我给你直接简洁的说好不好？我觉得你对你这个老公很厌烦，你对你的老公很厌恶，我说的对吗？那不是。这有啥？这不是开个玩笑吗？行啊，没问题啊，老伯伯，没问题。咱去以后，你们结婚之后的事儿，我也就不管了。不就是天津人喜欢唠个嗑吗？对，他就嫌我说话，行，听明白了。你有没有什么苦？你跟我说。我也有一直那嘛，而且我每天、就是。你注意点啊！你回家还得过日子啊！你别说的愉快了，回家过不去了，那我们也帮不了你。就是、我心里一直也挺别扭的几件事，就是我，比如说我每天上班，我早晨起来六点要出去开车。然后下午有时甚至还干点零活，终于晚上到家了呢。我比如一天遇上一些好玩的事儿，特别有趣的事儿，我还要给他记下来，回家想跟我媳妇儿分享一下嘛。然后还得夸大其词，为嘛要说这件事儿，想让他笑，哄他开心嘛。然后甚至开车时在走神想这件事儿，结果刚一到家跟他说这件事儿，刚说个开头，还没说到中间呢，他就不耐烦了，甚至有时候他就直接关门睡觉了。我这一天努力白费了，把所有的心情都给影响没了。主要是他老去说一些他自己认为特别有趣的事儿，你看他刚刚说话你也听到了，插不进去嘴。我在我们家说话永远都是他自己一直说，一直嘚嘚嘚嘚嘚，我什么都插不进去嘴。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分享嘛，你说你的事儿，我说我比较感兴趣的事，然后两个人一块儿沟通。他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来说。我感觉特别不理解，我感觉我这一天的高兴还有这那么兴奋的一个点到家来一下全部都毁灭了。转天我再发生有趣的事，我都不知道回家我是接着说还是不说了。所以说现在我也跟他有时候也商量，说是不行要个孩子吧，最起码每天我能回家有个盼头啊。你不搭理我，我能看看孩子，哄哄孩子，对吧？你我到家你也不理我，你啪一关门睡觉，我转天又出去上班了，在外边高兴，回家来反而让你数了我，感觉心里也挺憋屈的。哪怕有个孩子还能挑和我们夫妻二人的生活嘛，但是他一直不同意我们要孩子。你说他那么幼稚，而且说工作也不是很稳定，你这个要了孩子做饭让他朋友给我们做饭了，这也是我感觉。但是我跟他说了，如果说咱要真有了孩子呢，我现在为什么不学做饭呢？因为我也是上班，说白了就是为赚钱，以后为了有孩子呢，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真有了孩子呢，我愿意减轻压力，我也愿意尝试做饭，在家都陪着他的孩子。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呀？自由职业，开网约车，然后下午还打点零工，有时候还喜欢吗？喜欢，但是对于他有好吗？但是在我这些我不喜欢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没有好了。所以啊，那喜欢什么呢？一个人连好都没有还喜欢什么呢？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其实我是挺喜欢他的，结婚之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吐槽，结婚之前他不是这样的，结婚以后感觉他就特别厌恶我，嫌我啰嗦，包括他说嫌我唠叨，包括求婚时当时特别顺利圆满，没想到结婚以后他跟我说他那天成为他的遗憾了。哎呀，就感觉心里特别委屈。娶了这个媳妇儿之后什么感受啊？这段婚姻可能对于他来说现在感觉有点糟糕，对吧？对，缺席的有一些后悔，对吧？对于你呢？我感觉我已经做出一些就是尝试改变了，但是他一直不理解我，他一直不懂得。我直接问吧，你累吗？还不累啊？不累，就一直这样下去，你还能坚持是吧？嗯。他就一直这样，你还接受他吗？如果他改了，就接受他。他改不了。改不了就没有。他不仅会一直这样，他还会变本加厉的这样，就是要付出嘛。就是要对他好嘛，至于什么是对他好，他接不接受我不管嘛。我认为我这个方式对他好，我可以一辈子嘛。你的原话是我不累，对吧？我也不烦。那为什么不能改一改别人喜欢的方式呢？
我也尽量再慢慢尝试，但是他一直就是给我。你觉得你改了以后能达到他的标准吗？我感觉不能。好，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娶到他呀？因为当时挺可能是我主动追的他吧，我就打心里一直特别喜欢他，包括求婚呢，包括跟他结婚呢，都是我一直主动上赶着追着他。嗯、是。你终于娶到手了呢，所以我也感觉我对他有包容有理解，但是我感觉他一点不包容我，不理解我。所以女生大概那会儿嫁给他是因为这小子对你太好了，对吧？对。其实结婚之后他对你的好也没有变，对不对？是一直、就是、只是觉得这个好离你要求的越来越远，对不对？我之前可能是对于婚姻的话，毕竟搞对象嘛，我认为这些好就够了，但是可能结完婚之后各种的事情就会认为他离我想象的可能会有很远。你有没有跟你那些闺蜜啊朋友交流一下他们怎么说你这老公呢？很少啊，很少。为什么不？因为他拿不出手。对，因为感觉有很多事儿拿不出手。 对，就像您说的，没出息是吧？不希望一个男人这样是吧？对，希望一个男人在外面可以遮风挡雨，不是天天家里这种琐琐碎碎，对吧？对。你知道他看不上你吗？现在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就是他每天对我的态度，包括对我的这些个，我也不是傻子嘛，看得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还是那句话，可能自己心里挺爱他的吧。那为什么不改变呢？也在尝试慢慢，但是他不给我这个改变的过程跟时间，他每天给我更多的、就是。这结婚不都一年了吗？我问的这些不是我想问的，我只不过替他说出了心里话。结婚都一年了，你还是不会做饭啊？谈恋爱都两年了，我们俩在一起三年，明明知道我就喜欢会做饭的男人，为什么你还没学会？嘴上玩吗？对吧？为什么他会说你用一个另类的方式啊？你不知道我喜欢那种花啊？你买这个你学会种也行啊。因为你的工作没有那么重要啊，你没有什么事业啊，你这个男人。这是你的心里话是吧？为啥不说呢？怕伤，是吧？结果用另外的方式去宣泄这些，伤得更厉害。他也不是傻子，我要问的核心就在这儿。其实明明你知道真相，为什么你不努力改变？你要装傻充愣，觉得这是幸福。你告诉我，因为就是不许说，因为你爱他。你爱他应该为他改变啊。就是先说做饭吧，其实做饭我也去做过几回，但是做的都挺失败的。然后他也是给我表现，就是他天生的大厨，不是因为做了几次饭就变成大厨的，对吧？但是我做饭就是我感觉，比如我白天中午刚做，晚上再做的话，我连最简单的放多少盐、放多少水全忘，从头又得再来一遍。怕累，每次都是怕累，对吗？啊，直接说不就行了吗？再加上工作确实也忙，早晨6点出门，几乎都是晚上才回家。你们俩谁挣得多？你们俩谁挣得多？我，啊，我挣得多。但是你看不上是吧？对，因为我感觉做饭。你希望他做什么？我不要求说他这个做饭。你最可怕就是不要求什么？你要求吧，求求你了。我就是说不想让他说我一定是每天一天三顿。请您明确的来要求好吗？求求你了，受不了了。我再替他说话。我怎么做您才满意？您告诉我，具体到每一个细节，每天做几顿饭，几天做一次饭，饭要做到什么样的水准？我就是希望以后就是做饭的时候，不是说我让他自己做饭，而是咱们俩一块逛超市回来一起做饭。我也不要求你每一天给我做饭，共同做饭。对。还有，然后就是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一直絮叨，直接就表达主题就可以了。因为我能听懂，我也如果说你只说一遍，我绝对会回答你的问题。如果说你一直重复，我就没有心情再去回答了。行，今天就来对了。真相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只是怎么面对嘛。你知道他现在是不太看得上你的，对吧？所以在挑你的问题，对吧？女生是享受丈夫对自己的好，但是觉得不达标嘛， 对， 对不对？所以去挑嘛。老师们看看这应该怎么办吧，还有调整的空间吗？如果有应该怎么调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郭红兄，求婚的时候借力您的朋友为你做饭，我能理解，因为他太想求婚成功了。但是结婚以后不会做饭，应该好好学做饭。我就是结婚以后学会做饭，我现在做的饭菜绝对一流。如果你心中有他，你难道不会去学好好做饭吗？
我们说真心喜欢老婆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地为她去做出改变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很明显，老婆在您心中的地位、位置、分量，你自己掂量。你呢，确实在婚前有很多的期许、期待，结果走进婚姻以后，你突然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的，变得除了上班那就是柴米油盐。但是很多欢乐的夫妻在柴米油盐当中同样可以释放浪漫的，但这样的释放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来营造和释放的。最后我只有一句话，做丈夫的要心疼妻子，做妻子的要体谅丈夫。但是你们这一些矛盾问题当中，男生很多发生在您的身上，你需要去改变，好吗？谢谢包红兄。于老师，整个场听下来，一边在干一边在挑，事儿没少干，话也没少说，心思也没少走，到你那儿呢，啪啪啪全给否了。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你，再没有一个声音打扰你的时候，连个烂苹果你都吃不上的时候，你会怀念那个日子，你这边就有点作了，是不是？这边呢，男生啊，你有点欠了。为啥呀？看不上就差不多适可而止了，在你的世界里面就一定都是他吗？有句话叫老婆迷是吧，爱老婆没错，但是你这个不能把你的世界贱卖给老婆，没了自个儿，他不高兴了你整个就完了。所以你还得有你自己的生活，有你自己的主见。你为啥他瞧不起你啊？你一直在贱卖自己啊，所以他觉得你这个没有价值。所以说呢，既然已经走在一起，那就应该有走在一起的姻缘，那么原来那份优点能不能一如既往的去欣赏他、支持他，这个日子才可能有改变。一个挑剔的人是不可能在事儿上让自己满意的，改变自己这个挑的心啊。一个重视自己的人，让自己升职的人，才能够让别人去高看自己一眼，不要贱卖自己那个爱情，否则只不过是讨好，只不是在找你的存在感，你的生活会过得一塌糊涂，虽然你很努力。所以建立在平等上的感情才能够走更长久，否则的话真的就容易夭折了，请两位三思。好，谢谢于老师。来，曲总。女生，你喜欢孩子吗？喜欢。你喜欢自己的工作吗？喜欢。但你就不喜欢和他有一个孩子？就是目前不想不打算。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因为我们俩之间本身就出现很多小问题嘛，我不想有了孩子之后，如果这些问题再加重的话，我更不想说让影响到我以后的孩子。其实蛮奇怪啊，如果你对孩子非常的喜爱，因为你是幼儿教师，你喜欢你的事业，你又知道自摆在我要一个孩子之间的问题就是你和他之间出现了问题，没有信心，为什么不去积极的去解决它？至少积极解决的一个动作就是要多和他沟通。相反，你是一个排斥的状态，你别说那么多话，我听到一个细节，他给你发了无数语音，你根本就不搭理他。你好像说要个行可以就行了，对不对？没有沟通的欲望。你会做饭吗？会，但做不好。你做吗？每天饭谁来做呀？平常是我来做。对啊，那为什么你做的不好他还能愿意吃啊？为什么他没有抱怨你不会做饭啊？所以做的不好为什么呀？男生啊，你努力的聊天到底是让他快乐还是让你自己快乐？让他快乐。真的吗？他喜欢跟你聊天，聊听你说的那些闲言碎语吗？他喜欢的是什么呀？做饭呀。人家做不好人家继续在做呀，你呢总是在用一些很简单就可以达到的方式去做，你就太懒了。你们之间都不往前走一步的话，这个家就越来越笨分的去了。所以去做做脚踏实地的事儿，
别做那些嘴上说然后讨讨一时的这个听听开就完了，人家是要看到你做做就好了，好吗？好，就这样，谢谢曲总。米娜老师，我能理解老婆现在的愤怒，这个愤怒来自于结婚一年了你不肯听我说话，你一直在努力的说话，因为说话这个事儿是女人最爱干的事儿了，你居然把女人最爱干的事你干了，让女人干嘛？我们女人永远都是在靠说说说的过程里头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完成沟通。我们甚至说说说的时候不在乎对方会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只是想聊聊。真不是他作，而是当他不能说话他就会憋坏了，是这样吧？对。他在家你说有啥不好的，天天做饭，你就是靠画个大饼把人家求婚给骗到手了。我相信你求完婚了以后一定告诉他的是，媳妇儿，我接下来我会努力学做饭的，对吧？学了吗？手机能下那么多 APP， 能够随便你可以挑任何一个菜谱，守着它，食盐多少克，白醋多少勺，全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你来一个你健忘你不会，你什么不会啊？你就是懒啊，你看不上家务劳动啊。咱做人总得有一头是一头吧。做妻子的不敢生孩子，因为在这个里头他心里很清楚，我目前承担了家务劳动的大部分，做饭洗碗和干家务，因为他早上出去那么早，晚上回来那么晚，还要抓着你絮絮叨叨，而不是主动的去看洗衣机的衣服晾了没，我去刷个马桶看看，或者是这一类，对吧？什么都不干，只会动嘴。那如果生了个孩子的话，这男人还是早上那么早的走，晚上那么晚的回来，你自己要一个人料理全家的家务，料理全家的饭，还要管孩子，还要听这个男人絮叨，谁敢生啊？不就这么简单吗？你能够理解一点你的太太，能够往她所希望的方向努力那么一丢丢，少动嘴多动手，你们的婚姻的问题都解决了。谢谢米娜老师啊。我有一个一贯的一个观点，在共同生活的亲密关系当中，谁更强，谁更主动一些，希望多付出一些，去引领着那个人。你觉得你们俩是谁在这个关系里？我觉得你更强，所以你需要教育他，引领他。如果你们女性觉得那样太累的话，那你只能选择踢掉他。最后一个真相告诉你，他可以坚持一年，但是我打赌他坚持不了三年。他可以坚持三年，我可以打赌这样的日子他坚持不了五年。如果你一直这样对他的话，迟早有一天他会跑掉，因为他什么都得不到，在这个关系里没法交，因为爱这件事儿没法交，爱了就是爱了，不爱讨厌，他就是不爱就是讨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也知道我做的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以后我尽量改变我自己的啰嗦与唠叨，尽量去多尝试去做饭，以后我尽量是每天都去尝试，不管做的好与坏，我绝对用我最大的努力，然后以后尽量我给你挑礼物的时候挑一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去买这些个不管是贵贱也好，我感觉就是用不上的一些个东西。还有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下饮食健康，不再去强迫你，甚至也不强迫自己再去吃那些个扔掉甚至已经发霉的东西，改变自己的生活，争取追求你的品质而生活。我知道你每天工作特别辛苦，然后等你回家呢以后，我也会多沟通，然后有什么事情咱们都商量着来。我也会考虑就是咱们俩要一个孩子，也来去增加咱的生活。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先从米娜老师的预测开始啊，他们俩必须双出，双出是肯定的。我真是希望那个女生啊多往前进一步啊，因为她采取一种没有希望的那种行为，会让男生的热火慢慢的熄灭，就绝望嘛，到最后。来，于老师，双出肯定了。今天我听到他们自我的反省和自我改变这一块是听得最舒心的一次。哎，对，来，于老师，肯定双出，毫无疑问。好，来，
我们看这对夫妻怎么选择，请开门。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ome all shaped by找不到他人。嗯，那女孩子嘛，晚上睡觉之前想跟男朋友聊聊天嘛，但是我就是找不到他，而且他也不会给你翻回来电话，然后就这个事情呢让我当时就很生气。那我回去了对吧，就是放松去了，那工作就是工作嘛，然后回家就是放松去了嘛，对吧？我每次是不是提前跟你打个电话，是说我们出去吃饭了，跟朋友吃饭了，我跟你说一下啊，然后不可能是说我在餐桌上，人家其他人都不接电话，我接电话，哎，怎么了怎么了，一直给我打电话，你觉得烦不烦呢？ 那这个是你后来就是我和你沟通了好几次，然后你才慢慢的就是有一点点改观这样，但是你之前的时候就是完全的肆无忌惮。那我这不是改正过了呗？那就比如说上次那次的时候，你是不是晚上吃完饭然后喝多酒了，然后你就骗我了，说你已经回家了。但是其实后来就是我和他母亲也有微信嘛，然后我们就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回家。如果说你婚后也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呀。搞清楚，婚前是婚前，婚后是婚后的，懂了吗？你既然选择了信任我，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不要再给我翻旧账了，好不好？我还没说你，说你了啊。你说他哈，就是我和他出去，就是相跟的要出去，比如说9点要出门了，8:50我到楼底下给他打电话，我说快了吗？化好了吗？然后他说没呢，马上就化好妆了。然后我隔一会儿9:10又问他化好了吗？没有，还没有。你让我等的多长时间呀？我有那么多耐心吗？
那女生化妆时间长，我觉得就很正常呀，对不对？我们女生就出去约会的时候，肯定是要先洗个澡嘛，然后把头发吹干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化妆呀，对吧？我们要上粉底，要涂眼影，还得画眉毛，还得那个画那个睫毛膏。那涂眼线的时候，万一我一不小心画歪了，对不对？我还得擦了重新再画。那你就不能就有耐心的等等我吗？有耐心没耐心，不是说这个事儿。知道吗？你每次都是这样，那你提前画画嘛就好了呀，为什么要总拖着最后一刻，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你看看我妈妈，人家出门的时候涂个粉底液，完了之后涂个口红，5分钟搞定。而你呢，我真是有这时间，你还不如多读一点书了。你看看你现在不好好读书，连个工作像样的工作都没有。不是，人家不是课程顾问吗？他想辞职了。因为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嘛，然后我们就也开不了课，所以就现在就是每天就在家里嘛。然后但是我又不能一直等着，我就想说要不然就换个工作吧，因为也休息了好几个月了嘛。然后那你就一直给我施加这种就是压力，然后就会让我现在就是陷入一种更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说我到底是要不要换，如果换我也不知道要换什么样的工作。现在如果你要是找一家工作也行，能找下吗？找不下，你还不如在这儿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那也行呀。你为什么要就是要辞职要重新找呀？现在有稳定的收入你又去找，我跟你讲哈，工作要的是深度，不是要的是宽度。男生会觉得婚后你是怕你这老婆不能给家里挣钱而怕什么呀？哎呀，反正就是也有这一方面的影响。他就是觉得我不稳定，就在哪在哪方面都是这种好像是3分钟热度这样。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三观就是有一些小问题了。上升到三观了，我们听三观啊。上次前两天的时候嘛，我们去吃那个铁锅炖的时候，这家店就是他可能刚开，就是也不知道先放什么后放什么菜，以至于说他坐上来那个饭之后呢，就完全是糊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我也没说啥，那我说来都来了对吧，那人家饭都上来了那就先吃吧。但是没想到我们吃的途中呢，就吃到了一个绑那个菜的一个袋子，就根本没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就它已经涉及到了一个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在最后结账的时候，我就要求这个老板给我们打个5折的优惠，我也没有说让他免单什么的。但是他就觉得我这个想法就是很多余，很多事儿斤斤计较，那赶紧结完账走了，下次不来就对了嘛。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想一想，是咱们两个人出去吗？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客户经理了？对呀。你看看那客户经理在，如果我要是跟人家胡搅蛮缠、鸡毛蒜皮的一些事情，就因为这些完了之后把人家客户经理得罪下了，人家心里头怎么想我呢？那我觉得你的客户经理他要是一个就是讲理的一个人的话，他是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在工作上就故意为难你或者是什么。而且我现在说的就是，如果说你婚前你都不站在我这一方，那你婚后我觉得你这个就问题更大，你肯定不会更偏向我，就导致我会很没有安全感。那是因为客户经理在，我完了之后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事，我肯定就既往不咎了。如果要是说以后咱俩要是出去，我肯定一致对外，哎，咱们该维权的维权，该怎么样怎么样处理。但是客户经理在就不合适，你就不能在那儿，你就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知道吗？一顿饭看出三观不合啊。还有吗？那我和你刚在一起的时候对吧，你那会儿在社团我们认识的，然后你跳就那会儿跳街舞，然后那天穿了一个很帅的衣服，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小伙子不错的，挺有味道的，我们加个 QQ 吧。当时有味道，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只有这一件很帅的衣服啊，那别的衣服拿出来都是平平无奇，你放到路边随便一看，那就是完全是路人甲。就而且当时呢，他就对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很没有自制力，
一度从120斤飙升到了140斤。他现在不有140吗？没有啊。没有，他后来就是在我的督促下，虽然说现在又瘦回到了不到130斤吧，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自制力就是有问题，而且他平常穿衣服的风格，你看，比如说我吧，我就喜欢穿这种时尚一点、淑女一点的衣服，但是他就喜欢穿那种嘻哈风、黑怕风，就是又肥又宽，一点型都没有。今天穿的没有嘻哈，也没有黑怕呀。他这不是想让自己今天上节目看起来帅一点吗？啊、就是我平常的话，肯定不注重这种个人的这种穿衣打扮的，因为我在工作是我是个会计，然后在工作室里头，就是自己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头，你说工作，我穿的花里胡哨，完了之后头发往上梳。那其他小美女看上我了，那我跟人家走了怎么办了？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呢？我觉得其他美女她要是看上你，那我觉得你也不是什么好男人。而且她如果能把你拐走，我觉得那我真谢谢她了，帮我度过了一个难关。就这样的人，说不定以后婚后会产生什么更大的问题都说不定。啊，女生是抱怨和吐槽。嫌他土啊，穿衣服不好看是吗？对、啊，就感觉和我不是一个时尚档次的。那你觉得我没有档次啊？我穿的那种宽松的衣服，那你给我买两件像样的衣服呀？你又不给我买，买吗？我买了你穿嘛，主要是。穿呀，怎么不穿了？不是，我们先问问买了还是没买？没买吗？你买吗？我也没钱呀。行，那你待会儿把钱转给我，我就给你买。谁不穿谁是小狗。俩孩子，大学是大几开始谈起的？大三的时候。大三。大三刚大三的时候。那现在谈了算是第几年啊？差不多4年了。我都工作2年了，然后大三大四、哦、2年工作。哦，4年。四年。对。然后当时留在天津是谁决定的？我决定的。你当时想留吗？嗯，当时是他就是通过大学的一个校招嘛、啊、然后来到这边，因为我们当时商量好了，就是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谁先就是通过校招就找到了工作，然后我们另一个人如果没找到的话就先就一起过去嘛、啊、然后他的工作的话就比较好找。嗯，然后因为我是学那个音乐学的嘛，就我这个工作就不太好找，就对口的比较少、啊，所以说当时他的工作就是在这边了之后呢，然后我当时也不想在老家，因为我就觉得年轻人应该就是在外边奋斗一下嘛，所以我就跟着他就过来了。所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我们计划至明年。如果这些问题真的改不了还结婚吗？嗯，不仅改不了、这个、可能还会越来越升级，还会结婚吗？不会。确定吗？嗯。你呢？我也肯定确定，如果有矛盾在的话，那以后也是一根刺，还不如早点散了。哦，这就要散啊？好好好，然后每人回答一下，说一下对方身上三个缺点。男生开始。第一，拖拖拉拉。第二，就是爱化妆，有那时间还不如那什么了。他化妆好看吗？嗯，还行吧。还有呢？而且就好比说出去了就是没有眼色，没有眼力劲儿。对、啊、三个女生说她三个。衣品不好。找个模特找个设计师就好了。第二。普通话也不够标准。你找一学播音的肯定标准啊。就我觉得起码得和我差不多吧，不能太奇怪了。第三个就是他有时候说话他会故意往你不喜欢的那个方向说、哦、然后经常会逗你开玩笑，就更生气、哦、因为我不喜欢开玩笑。好吧，听起来都是生活里的小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说明这两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感情是负责任的，他们看到了在自己的情感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你说他是放大也好还是过于担忧也好，至少他们愿意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吧？然后再往前走，所以各位老师，麻烦你们帮一帮他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王红秀，女生不喜欢开玩笑，我也不开玩笑。您说普通话不标准是毛病，那我的毛病就更大了。但我生活在南方，我没有办法，这
难道不能包容和迁就一点吗？我们迁就你，我们还不包容你吗？老让你来上节目，爱情保卫战都能包容我迁就我，您就为什么不能迁就包容一点您的男朋友呢？赵川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两个人对可能到来的婚姻是负责的，因为有了问题，有了矛盾，我们在婚前，我们去正视，我们去化解，这是对自己负责任，对对方负责任，也是对婚姻负责任。但问题是，我们要正视问题，我们也不要放大问题。每个人都有缺点，会有遗憾，但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包容，可以迁就，有一些我们希望对方能够克制，能够修正，但是这一切都是可以达到的。说到底，你们今天把这样的问题看似很小放到爱情保卫战，但是给我们电视机前很多将踏进婚姻殿堂的男女一个启示：婚姻我们要负责任，明白吗？谢谢于老师。来，小于老师，结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女方其实我觉得你的观点我还是比较支持的，就是有些我的底线没有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是不能进入到婚姻的。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最起码你们在婚前一些基本处理方式的这些模式，包括面对基本问题的处理方法，你们得磨合好，要不然等到婚内再去磨合，万一磨合不好呢，那这个时候对婚姻是一个最大的伤害。第二，我看到你们两个在结婚前的这种焦虑，包括你们对彼此的缺点的评价，我觉得问题很大。为什么很大？因为你们挑的问题太小。你挑的是啥？衣品、普通话。第三个更让我接受不了，开玩笑。一个女人连自己亲爱的那个人给自己开个玩笑都接受不了，这说明什么？衣品普通话你都嫌弃，说明什么？我只能说，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在心里面最根本的那个问题被你忽略了。忽略什么了？你感觉到他不那么爱你了，你不被那么的重视了，不被认可了。所以你挑的那些小毛病，恰恰背后影射出你心里的不满意。反过来说，男方你挑的是啥？拖延啊，尤其是女方的化妆，还说化妆不美。你挑的不是拖延，其实是你缺乏包容性。你觉得她画的不好看，那是因为你内心里缺乏对她的欣赏。从你们的犹豫当中就折射出你们对彼此的不满意。一会儿有机会黄金60秒你就说清楚，如果达不到几点标准，对不起，我是不能进入婚姻的。男方，如果你心里面不能够去欣赏他，那请你也不要让他陪伴你，因为在你婚姻里面各种的不屑你也不开心。所以只有你能够发现他身上的优点，你觉得是很欣赏，值得一辈子呵护，你才能往下走。否则的话尽早说清楚，我的观点就这些。谢谢于老师。曲总，我觉得你们俩很不合适。女生，你根本就没有经过3年的时间真正了解这个男生，没有。事到今日，3年之后，今日说他有什么缺点，还是衣品啊、口音啊？拜托，难道这3年你都没有习惯他？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女生其实对男生的感情会偏多一点。你不是因为不了解他所以才挑出了那三个原因，你是因为还喜欢着他所以下手不狠。所以当你们两个人各自说出不喜欢对方的三点的时候，听到他的我很鄙视他，但听到你的我很心疼。就是在听完了他那样侮辱一个爱着他的女人的时候，你还是会采取了我不想伤害你，我不想让你疼的方法，说出了你的三个缺点。你的三个缺点你还用我总结吗？小伙子，撒谎，张口就来，什么事情把妈妈摆在前头，要求自己的女朋友一切像你妈。既然一切像你妈，恐怕还得跟你妈一样为你洗衣做饭，为你提供无微不至的生活照拂，并且你还又直接说了一个叫做不读书不好好工作。你在指责这个女孩子不能成为你生活上的得力分担助手，你害怕承担她的生活，你没担当。 No， 这三点就已经是可以把一个男人说的趴在地上了。他为什么不说呢？你们两个人财政是分开的，你凭什么说他？他现在工作不稳定，有拖累你吗？有花你的钱吗？有用你的钱给自己买眼影吗？他花的时间甚至也是自己的，因为现在我的确我的行业属于一个低谷，我目前我你给我多长时间我就能花多长时间的妆，每个女孩子都是这个样子。当自己费心打扮，男朋友却说了一句话了也就那样，当自己费心打扮，男朋友却恨不得括号说了一句空有皮囊头脑空空，有这时间不如多读书。你这样侮辱他干什么呢？直接明确的说，谈了三年其实我不想跟你结婚，我不想自己的人生将来背上太多包袱。三年了，你把他当成了一个美丽却沉重的包袱，你想甩。而这个女生心里不知道吗？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你会面对她的时候还是手下留情，你担心把她伤得重了真的也就崩了。问问自己吧，是因为现实生活让你觉得她就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去抓的，还是因为这个男人真的适合结婚，真的是你这一辈子最适合的人呐，姑娘。如果只是因为现在的境遇不佳，只想我把爱情赚住就好，那么别，工作更好找，你的这个男人可能还不如工作可靠。谢谢米娜老师啊，我也是觉得女生爱男生要多一些，或者对于这段情感，也许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吧，女生对这段情感抓得比较死一些，男生整个的状态叫可有可无。甚至是欲拒还迎，你看他的姿态就，对吧？在他今天的场上的整个的一个表达，就是男生觉得这个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所以真相其实在这儿，可能曾经很喜欢过，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喜欢，可能曾经有过结婚的规划，现在可能有人在心里面对结婚这件事情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和要求了，那咱们就把它说出来，好吗？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其实以前是我不对，确实没有站到你的角度去看问题，没有是一直包容你，我以后尽量的去包容你，而不是说就是一直指责你责怪你。那你以后就是能不能不要老是说话就是那种很the 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 got wi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reason if they wanna go eat then you know I'm gonna feed them if you're coming for me hope you're ready for a demon I got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 I'm seeing take me for granted and you know I'm leaving I'ma take what's mine with the webs I'm weaving I could take this crowd from seeing to believing got a taste for blood and my tongue keeps bleeding from the words I spit so sharp so freezing so cold behold frostbite they feeling I could tear you apart or I could go heal them don't believe in faith don't believe in ceilings I just need a taste and my mind starts peeling I don't pace myself I grind on kneeling got lust for change I just love the feeling no. I ain't gonna give up got too little time I'ma live up head down push forward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cause anything worth doing is a tough climb and I ain't gonna give up got too little time, I'ma live up head down, push forward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cause anything worth doing is a tough cause time cause I'ma live life for the fight, yeah I'm here to get it I got drive, got sight, always have a vision I go by at night, I be in my feelings I'ma be fine, need time and I'll soon be winning I live life for the fight, yeah I'm here to get it I got drive, got sight, always have a vision I go by at night, I be in my feelings I'ma be fine, need time and I'll soon be winning I can feel the 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 got wi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reason if they wanna go eat you know I'm gon' feed him if you're coming for me hope you're ready for a demon I can feel the 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 got wi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reason if you wanna go eat then you know I'm gon' feed him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